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师 Harry， 我是侯川。对，今天是首次开箱系列，竟然有来宾。是的，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乐器会需要你协助。身为一个铜管演奏者， yeah. 这是铜管乐器，想必是难不倒你吧？吧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告诉大家，这就是一把。君号，然后它的价格是82块人民币，369元台币。那你介绍一下君号的历史。君号是构造最单纯的铜管乐器之一，没有任何按键或调节音高的装置，透过吹奏者以嘴唇震动来改变音高，因此亦只能吹奏起泛音列。君号能够吹奏出5个泛音，被称为君号音级。所以这把乐器只能吹5个音。如果我们的喉神能够吹出超过5个音，那就是代表 Wikipedia 错了。所以你今天有这个重责大任啦，你要告诉我们君号真的只能吹5个音吗？我们今天就来大解密。好，开始，立马这样给它拆开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铜管乐器真的很难，根本吹不出声音啊。是哦。欸，可是铜管乐器最难的，你觉得是小号吗？我自己觉得是法国号，因为法国号太容易拉塞，就太容易错音了。哎，对对对，但是就整体累的程度来讲，好像小号会还蛮累的，比较累。OK， 我们现在拆开哦，这个配件我们稍微看一下。一只号，还有旗子呢。还有号嘴。非常简单，就是一只号。对不起，这个声音发出来是。一只号嘴跟一只号，就这么简单。Yep, 你要试试看吗？我们一定要让他最后吹了。对啊，我估计你是会厉害的嘛，那我们两个先嘛。好，我们两个先啊。等下先请侯老师、侯神传授我们要怎么样震动这个嘴，震动这个嘴，好不好？真的要讲正确的震动这个嘴，可能要讲好几个小时啊。所以我就很单纯的先讲一下、啊，基本上呢，很重要一件事情是不要用的方式来吹。好。不要这样吹，因为这样的话就是声音很容易就会很松散，就是音色会比较集中。Okay. 中间的出气孔比较集中的，然后气更想要从一点出去，想的是这样啊。当然从中间那个点，可能需要练习才做到。那你弄一次。哦，你就是刚刚他讲的。专业哦，真的吗？所以这是厉害的。好像没有了。好，我觉得没有办法了。没有，我觉得这堂课是没办法学会了。那我就斗上去了吗？斗的时候要不要注意什么？斗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，尽量放中间啦，就是你上下唇的中间的那个缝，要在号嘴的正中间，想着你的气是直接进去里面。那我嘴巴是直接这样放上去就好，还是我要先抿一点点？我觉得你抿一点，可能比你完全放松的放松还好，可能太多细节要讲了，所以我们就是先。好了，那我就先放上去哦。好，那我先吹吗？好，因为我一定是吹的最烂的啊，你们都是管乐器的啊。直接吹可能会更有帮助。好，哎呦喂！你好，好大声，好大力啊！发出一个声音，好难啊！你可以先试试看，这样吹啊。哇，真的没声音，真的，我头晕了。我再认真一次，我是不是动不能太大了？理论上这样是比较好的，是不是？这个好吧，300块。我放弃，我头太晕了，对不起给你。哦，好难哦，大家不要买这个，这个不好玩。不好玩哦，发不出声音。快点。啊！别啦！哦，专业级了，专业级了。糟糕哦，糟糕。好像棋逢敌手，婴儿哭声哦。哎、欸，我吹哨音跟他不一样，我是说他是迷。为什么那么高啊？你要换音高，你可以吹出5个音，加油！好。哎、欸，有5个音高，有微分音。对对。有这是泛音列吗？怎么不知道 Wikipedia 是不是有问题啊？我不知道是什么列，你再吹一次。我觉得后面两个。
两个音差不多，只是变大声。不会啊，我觉得后面两个音其实音准是不一样的。你要说的是音准，我的意思是说它贝斯上同一个音。好吧。好 ，OK， 我们现在呢，在喉神吹之前，我们要先给他一点考验，给他下马威嘛。对，像你这么厉害，我们现在找了 YouTube 上面点阅率最高的君浩影片，41万人点阅。我们听听看人家吹的怎么样，你能不能吹到这种境界，好不好？各位朋友，所以我们看看喉神能不能够挑战超过五个音，因为 Wikipedia 说他只能吹五个音。你没有吹过这个乐器吗？你先发誓，你有吹过这个乐器吗？没有，所以你不知道你会发生什么事。我不知道。你最好一鸣惊人，因为这个会很丢脸，因为你知道汉堡的博士，然后这个这样。真的哦。Just do it。搞得我好紧张啊！全亚洲小号唯一入围柴可夫斯基大赛，君浩这种都哇难不难得倒他？哎，他这个泛音是不一样的。现在来吹一个音阶，我们看有没有超过五个音。音阶吗？泛音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们这样比较好算音有几个啊。Wikipedia 去改一下，已经11个音了。11个音。你讲一下这个跟小号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？欸，没有不一样，只是没有按键。对，其实某种程度来讲，就是还是蛮像的。所以其实只要是吹小号的人都可以在君浩上面发出11个声音。对吧？对，是哈。好酷哦！那你现在用这首来吹这个乐器来吹一首曲子吧，马勒吧。有一些音要改的不行。你想一个乐团片段，你用君浩吹。乐团片段哦，连贝多芬都不行，因为这个是短的，要长的。大家对于君浩的定义，除了在军中用像刚刚那个影片之外，还有就是起床号啊。电影里面常会有当叮当当当叮当当当叮当当叮当叮当叮，那你就吹那个吧。你真的把这个吹得蛮好听的，我说实在，大家可能会去买，是因为你吹，你们不要买。吹不出来，我没有骗你。欸，你当业配会很成功欸。对啊。这369，然后吹到这样吓吓叫啊。爸爸我要买，你看都可以吹那么多首歌，没有办法，你回家一个音都播不出来。好，那我们听听看用正常的小号吹的话，同样的曲子有什么不同音色好了。这个是真的比较好听。可是你知道这一支25万。对。然后这支390的给你吹的也很好听，转发式小号跟这个君浩有不同的声音了。那当然，今天我们开箱除了要开这个乐器以外，喉神都已经来了，我们是不能放过他，我们还特别跟朋友借了一支比较巨型的乐器，大部分那个吹嘴长得很像，都是相同的。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喉神到底能不能驾驭这一支巨型的乐器呢？那这个巨型乐器就有吹一样的曲子吧，噔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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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，可以吧？喉神。你们要先吹吹看吗？感觉比较好笑。好，好啊，那我吹吹看好了。它是怎么弄直的吹啊？对，抱着它，抱着，要放在你两只脚中间，然后你大拇指在那边，然后四只手指，对，好硬哦，好难按哦。你要放两只脚中间，手，等一下，啊，这样吗？对。對非常好，真的吗？我觉得里面塞很多我的口水，也非常好。再一个音好了，我大力一点会变别的音吗？会，好大一点，努力加油，你可以的。我不行了，我头好晕了。我其实是一个很没有办法，就是追什么乐器的人。吹长笛超适合吹库巴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假的？对，雾毛，因为你们的气，因为你们的气气量够。的气用，天哪！所以搞不好他可以电爆你，不可以吧？哎，有一点东西啊，我会执法，我会执法。为什么你会执法？我跟他学的啊。跟谁？这个主人啊。不公平！
快找不到 C 在哪里。哎，还可以啦，完了，那如果到我一定吹不出来。现在换猴神了，加油吧，猴神。就是他真的有一点声音是像散散的这样子，是正常的吗？跟小号比应该是吧，但是应该也是因为我吹。就是说他有办法清楚一点，因为我会觉得啊，这样子是因为你吹的。你到底想掉？这也不掉，那不掉，是演不下。不太像什么的。好，我现在是想办法吹出短短短了，对不对？你可以了吗？我不知道。这那但因为它的又会是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是哪些音？哆，所以是哆发拉发哆。I have no idea， 我不会。它泛音列的话，对，哆发拉发哆，哆发拉发哆。要叫人家起床，记得用小号，不要用 Tuba， 因为听起来会更想睡觉。你有觉得吗？他感觉听起来就是一种很舒服的状态，就是沙发这样。其实这个不是这样，是我是你的问题。对对对，那你再 active， 啊，棒棒的棒棒。我觉得你尽力了，其实他其实很清楚。对啊，只是我没有想要起床。我非常高兴我们有邀请他今天来跟我们一起开箱，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完全没有办法完成这个事情。没错，这个真的很困难，因为他没有按键的关系嘛，他只能用气来控制音高。那但是如果是普遍学小号的人，应该都有办法吹出这些音。那我们也谢谢猴神这么配合我们，从各种样的乐器的挑战他都完成了。不管你想不想起床，但是我希望你今天喜欢我们影片这个分享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分享、按赞，然后留言，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回答你们。最重要的就是订阅我们，打开小铃铛，拜拜。